年70岁嘅曾志伟日前出席志同道合2023慈善素宴，并且筹得760万嘅善款啊！当日曾国祥同曾宝仪更加一齐陪爸爸曾志伟切生日蛋糕，贺70大寿。当中2012年宣布退休，现年80岁嘅白欣亦都极罕露面，可以见到佢状态非常之好啊！曾国祥和曾宝仪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子弟，但是感情非常之好。曾国祥曾经透露，当初曾志伟反对他读电影科系的时候，是曾宝仪不停介绍他去看很多好的片和小说，帮他奠定基础。曾宝仪更加不时亲身为他执导的电影撑场，感情超好。